现在这里是安徽大沙里的一处宰相墓，它的主人就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宰相张廷玉，他也是整个清朝历史中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。今天这个视频啊，航拍带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这边就是正对的方向，这一片大山叫龙眠山，气势非常的开阔，可以说整个格局非常好。山脚下呢还有一条河，这条河叫龙眠河，弯弯曲曲围绕着这个山。看一下这条水从远处流过来，整个龙眠山三面环绕，这个地方选的非常的好。后面背靠的这个山当地人称之为金交椅，整个形状就像一个太师椅一样。值得一提呢，他的父亲张英也是非常有名的大学士，被称为父子双宰相，所以这一片的环境是非常的好的。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